我叫 Walter， 旁边是我的同事 Neil， 我们是林业技术员，在茂密的森林里工作。现在是休息时间，我们从周围收集了枯枝，点燃了篝火，并打算吃点东西。林业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？3年前，我来到加拿大学习林业。我学的专业细分叫做森林资源管理。虽然在学校也学到很多知识，但我时常会感到迷茫，因为我并不清楚这个专业未来究竟能做什么。是像护林员一样吗？我会有什么样的职业发展？毕业以后，历经波折，我终于进入了一家林业咨询公司。我决定把我的工作经历拍成视频记录下来，希望帮助同样在学习林业的同学，或者对此感兴趣的小伙伴，了解这个行业的面貌，同时也分享一些我的心得体会。林业工作有室内和野外之分， Timber Cruising 是野外工作的一种，中文或许应该叫做木材调查。找到一块目标林区，在地图上规划样地，也就是 sample plots， 然后派人去那里进行调查，搜集数据。我们的车一般只能开到森林边缘，之后要靠双脚走到目的地。因而我在森林中走过了很多的路，在树林间穿行的时候，我时常会拿出 GPS 和指南针来确定方向。因为树丛茂密，没有固定的参照物，人很难有方向感。Neil 就在前面，他已经找到了位置。我们接下来要在此设立 sample plot， 并开始收集数据。首先，我们会给采样范围内尺寸足够大的树标上序号，并画上一条线。我手上的这根木棍长度是 1.3 米，我们会测量树木在 1.3 米处的直径，叫做胸高直径。Neil 告诉了我接下来需要标记的树。他刚刚站在样地的中心，用一块透镜来扫视周围的树木，而初步确定哪些树在采样范围之内。这其中的原理有可能会在以后的视频里解释。这是最后一棵需要标记的树，树干上冒出了很多蘑菇，说明它的内部早已开始腐烂分解。全部标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始测量了。测量胸径要用到胸径尺，尺子的前端有一个钩子，可以钩在树皮上。沿着之前画的 DBH 线，将尺子绕树一周。拉直，
上面的读数就变是直径了。6, 3, 4. 尼尔会在远处记录数据。测完胸径以后，接着是测树高。这个橙色的小盒子，超声波测距仪 Vertex 的应答器。测量树高时，我会把它贴紧树干。这时候尼尔会站在20-30米开外，先测量我们之间的距离，然后站在原地瞄准树顶测距。Vertex 会记录角度，并自动算出树高。我们也会赚取树星，通过数年轮的方式来确定树的年龄。Can I get the slope from plot center? Yep. 在采集到足够的数据以后，这块样地就算是调查完了。之后我们会动身跋涉，前往下一块样地。这就是木材调查每天在做的事情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其他类型的林业工作。每天在森林中跋涉，我们应该是最了解自然之美的人了。这是我剪辑制作的第一个视频。从1月初开始学习使用 Power Director，到现在制作完成，很累啊。很多时候我都在头疼怎么使用素材，就好像写作文卡住一样，下不了笔。我还有很多素材没用到，如果有人有兴趣帮助我一起制作视频，欢迎联系我。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片段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操！敢打老子了！哎，怎么这么软啊？还勾这个蘑菇上。